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雨神。然后这一次今天八点的时候就出了卡利斯跟雷格，这次有活动，大家选雷格还是卡利斯呢？然后这一次我测试下来，我两只都有买，雷格真的比卡利斯强太多了。卡利斯打野比较慢，然后雷格打野比较快，然后雷格走上路也可以比卡利斯痛，慢慢的跳来跳去，跳跳虎嘛，跳跳跳跳跳叠成树，然后卡利斯上路也要弄到六等之后才可以做一个隐形的拉打。卡利斯体质也比较低，雷格体质比较高，这就是我的归类。然后接下来我要教卡利斯跟雷格的小技巧教学。卡利斯通常进化都会进化第一技能，然后卡利斯只有一个小技巧，他没办法连跳，他杀完人没办法连跳，因为他一定会重置，会有一秒的 CD， 所以一定会落地之后才能跳走，所以没办法像电脑一样那么的强。可是卡利斯就只有一套连招，他的二技能是贴到脸才会回血的。我直接开零 CD 好了，你看贴到人才会回血，有没有看到回血的标志？可是还有一个机制是二技能丢出去再跳过去也可以做回血的动作，所以你可以运用这个技巧。然后一技能可以三技能的空中施法，所以有时候你残血然后要跟人家换血就可以这样子拉一个距离，然后用你的强化 Q 做一个换血，先贴脸，然后打这样子，然后二技能也可以，然后再来一个救急连招，二技能先放，然后跳过去可以瞬间补血，然后再一技能，然后空中的时候一技能，这就是救急连招，然后直接大招普攻一技能，再拉一下也是可以普攻一技能，这是就最终的连招啊，最完美的连招就是这样。所以卡利斯小技巧就这些，然后接下来是雷格尔。好，接下来是雷格尔的教学。雷格尔教学呢，基本上跟电脑不一样，是他的层数没办法一直扣着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消失。然后消失之后呢，就比较难，所以尽量打野或是上路的时候，可以叠个小兵，先叠个三层四层左右。基本上我会主一负三，因为他的二技能没有像端游一样可以回血，然后只能解控，所以二技能就拿来逃跑。如果后期团战五个人你进去，就是用二技能的那个解控逃跑，自带水银效果。然后再来小技巧就是呢，你空中可以放二技能，也可以放三技能。也可以先按一技能，然后空中二三一口气放完，直接瞬间叠满怒气都是可以的。而且他跳出去，你没怒气哦，跳出去一定会叠满五成，就直接有一个强化的技能，强化尽量强化 Q 伤害最大化。然后如果人家是很多位移的，你跳出去有没有一套之后绑住他也可以啊。三技能强化是绑住。二技能强化是解控，一技能强化是一个爆发，就这样记得就好。然后后期团战你进去，二技能就是用来解控，然后三技能就是用来控制，然后一技能就是直接秒人啦。然后你出装第一件妖梦，第二件三项，第三件那个电刀，第四件无尽的时候，你秒人能力就非常强。然后接下来要教各位救急连招，你先叠满怒气的情况下，开大。跳过去二三一，然后又有一个强化 Q， 就是这样。二三一，然后就可以强化，这就是救急连招。空中丢三技能跟二技能，然后一技能可以开两次，这就是雷格尔救急连招。好，小技巧就教到这，这两次的小技巧就教到这了。各位，我是云神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